主料，鸡蛋两个，青椒三个，辅料，油、盐，13香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食材，青椒鸡蛋清洗干净，青椒切成长条，鸡蛋打入碗中，把鸡蛋搅碎。锅中放入适量的食用油烧热，把切好的青椒倒入锅中翻炒，放入适量的盐、13香翻炒均匀，等青椒稍稍有点软，在锅中摊均匀，倒入打散的鸡蛋，翻过另一面，直到两面金黄，火候不可太大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鸡蛋包裹着青椒，亲们可以尝试一下，真的很好吃。烹饪技巧，倒入鸡蛋后改成中火，鸡蛋很容易熟的，火大了容易变糊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